朋友们，朋友们，不用兔子的石榴你们吃过吗？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呀是我们四川有名的突尼斯原子石榴，这个石榴呢吃起来不用兔子，吃起来香香甜甜的。如果你们正好喜欢吃弟弟手上这么好的原子石榴，那你帮弟弟顶个小红心，来弟弟的直播间看一看吧。来，咱们切一朵漂亮的石榴花送给姐姐，如果姐姐你喜欢的话，帮弟弟顶个小红心吧，谢谢姐姐了。